员武将，这成天打打杀杀，东奔西跑的，不是个能够托付的人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认定你了。大哥，我刚才去丹桂坊了，我把那桂树给砍了。那你是不是得娶人家呀？夫人，不好了，前方传回军情，说是韩将军在寺中被围，危在旦夕。我们中计，是金人故意骗我们出城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冲出去！皇上熬不过这个冬天了，如果我做了大金的皇帝，到时候我们兄弟联手一统天下。皇上，您是想告诉臣传位的事吗？您是想传位给完颜胆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金装岳飞。